十一月十号，有媒体拍到黄明昊工作结束后带两名女子到崇礼滑雪的视频，事情一出，引起众多网友热议。媒体报道，十日当天，黄明昊在影棚拍摄工作结束后，并没有回家休息，而是开上豪车前去洗车，途中还去便利店买好零食带上。他开车前往某小区门口，接上两位美女同行，之后三人一起开车去崇礼滑雪。看来对于此次出行早有安排。之后又有网友爆料称，其中的一位美女是周瑞。随后有媒体爆出，当天周瑞也被拍到开车载着一位美女前往崇礼并入住酒店，女生还让周瑞帮忙拿东西。到了晚上，周瑞带着女生和黄明昊及女伴会合聚餐。